雷鸟这个俱乐部目前已经在国鸟现在算是老球队了，啊，那些前辈也蛮照顾我们，所以他就说希望我们继续把我们的经验传承给些小朋友。一起他一起他来跳！你不要上去呀！你叫台湾小弟。他们是来自高雄市的各地的学生，然后就以就是爱玩，然后家长也很挺这些小朋友来踢球。我叫刘尚，今年九岁，读前进国小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足球？大班。大班吗？嗯。刘尚，你是妈妈。觉得踢足球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我叫李凯玉。现在是踢哪位置呢？五号位。为什么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足球？中班。中班啊。好玩，这不要吃了，这不要吃了。魔大，魔大，江博轩。江博轩啊，踢什么位置？前锋。前锋哦，啊，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？还好。还好，为什么？没射进那一球。哦，不是，他的动作缓慢。哦，啊，对我说你动作缓慢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刚很想进去哦。真的哪有？老师就一直喊你女生动作怎么那么慢？爸，你等一下就不要吃东西哦。不要了，走快了。而且一起可以。反棍呢？把不到妹就扒你的。好了，我是王希宏。王希宏，踢什么位置？后卫。后卫啊，觉得今天自己表现怎么样？还好。给自己打几分呢？90。哦，那么高的分数啊，原来是。认同吗？他今天给自己打90分。认同，认同。就是希望他们也是可以跟我们一样，就是类似像传统球队一样。不要出来说，就是好像说俱乐部只是来玩这样而已，就是出来也是有点像传统球队这样，在纪律上可能没有比传统球队好，但是至少我们的品性什么就不会输给别人太多。对。